陳偉業議員。主席，剛才陳志全議員提到這個問責制、高官問責制呢，其實已經不存在的了。你看到幾屆的特首施政報告都完全沒有提及，是吧？即是啲政府高官犯完一次災難的錯誤又一次，是吧？或者啲承諾沒有履行到，甚至是滿口謊言，是吧？失職都仍然呢是厚顏無恥，繼續喺度即係任佢嘅職位繼續高官厚祿。咁所以主席，我想提提陳志全，即係唔好期望啦，即係唔講就唔存在㗎啦。咁另外講到政務司司長嘅職責，即係好似奶媽咁樣照顧啲局長呢，其實呢個係唔應該存在嘅。咁社工有句嘢叫 created dependency， 即係話即係你係創造嘅依賴。咁其實政府高官，唔好話政府高官啦，任何私人機構，就算喺屋企裏面俾啲青少年成長，係嘛？應該等佢哋自己即係獨立自主啊，唔應該好似奶媽咁樣咧，即係湊細路咁襯。所以請你就收錢。係主席。正確，因為嗰幾個方案都同嗰個撥款有關。我只係想指出，即係點解我會支持刪除呢啲司局長嗰個薪酬啫。嗱，主席，頭先我講到呢個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嗰個嘅人手嗰個問題，同埋即係刪除局長同埋有關呢個嘅局裡面嘅全年嘅人工薪酬嘅理據。咁其中我上次啱啱發言咧，係講到呢個嘅即係編制幾個綱領嘅編制喺呢幾年嗰個改變，而其中嗰個增長最大嘅咧，就係即係內地事務特別台灣辦事處方面嗰個嘅人手嘅增加。咁至於呢方面嘅增加，我睇唔到有實質嘅意義，亦都對香港嚟講咧，可以話係完全冇裨益，特別對香港市民嚟講咧，可以話係不但冇得益，反為因為呢啲辦事處嘅設立啊，呢啲工作嘅即係得以呢個推廣咧，因為呢個資源嘅增加同埋調配，令到內地事務辦嘅員工得以增加，同埋啲辦事處得以增加咧，令到香港進一步咧係受害嘅。咁其實即係最近都好多評論啦，特別係關於呢個香港本土化運動，即係嗰個咁熱刺咁樣嘅發展啊，純粹係因為呢個內地政策嘅配合啊，即係用呢一個嘅旅遊人士嘅增加，將香港經濟文化殖民化，即係導致到香港市民即係嗰個情緒啊，同埋意識上嘅抗拒同埋反彈咧，係導致到本土運動即係建立一個強而有力嘅反蝗蟲或者係反內地旅客嘅抗爭運動。咁呢一個明顯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嘅失職或者係錯誤咧，即係而導致嘅。嗱，因為你睇翻咧，就係喺呢個嘅職責二綱領二嗰度咧。佢個職責如下嘅，嗱，第一就係執行基本法嘅事宜啦，呢個唔再評論啦，因為先前已經多次評論關於基本法嘅演繹咧，即係香港政府係即係鵪鶉咁咧，就俾內地啲高官或者俾內地啲學者咧係主導曬啊，香港嘅官員包括呢個嘅司局長在內咧，好多都完全係應聲蟲，係嘛，完全係冇。站在香港人的權益呢，他就基本法方面是據理力爭的。咁就在綱領二那裡，其中一個講法呢，推進及協調與內地、澳門特區及台灣更緊密的合作，並按需而就相關事宜向各局及部門提供意見。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主席。因為呢一個聯繫，佢話按需要就相關事宜，因為整個嘅香港就翻同內地嘅溝通啊，特別就翻旅客嗰個需要嘅發展等等咧，香港自己本身咧，除咗舊年做咗一個好粗糙啊，同埋係完全係冇就翻香港人嘅需要而作所謂嘅評估之外咧，過去從冇做過呢方面嘅評估。更加冇見到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翻呢一個問題
啊，就翻到話按所需要，喂，你有啲乜嘢嘅評估，你有啲乜嘢嘅分析，係嘛？就翻呢一個聯繫裡面所推廣嘅工作，即係作咗某啲嘅結論，而就翻香港嘅特別嘅需要啊，而提供呢方面嘅啊分析同埋嘅資料嘅提供咧，咁完全冇嘅。咁即係話，所有好多嘅工作咧，純粹係基於即係唔可以講出嚟啦，或者一啲嘅特殊嘅政治任務，或者一啲嘅官員嘅自己個人嘅喜好，係嘛？而胡亂咁樣咧，去呢個嘅推廣，而推廣引致到嘅後果更加係冇評估，咁自而導致到即係香港即係出現呢一個災難嘅問題，係嘛？好多嘅店鋪被呢一個嘅被迫結業。咁當然呢個並非主席，我想指出呢個並非單單淨係政制事務局啊，即係嘅意見啊。主席講到香港嘅問題咧，我都希望多啲議員能夠即係關注。雖然係食飯時間咧，即係都唔可以議事堂呢度咧，特別我前面呢度空到，同埋我右手邊空到咧，即係完全係冇曬人咁樣。呢個對呢個嘅市民嚟講，即係好難睇嘅議事堂咁少人。咁所以雖然王國興喺度呢，我都要求點人